蒙面男大声来控诉，正妹都被他们抢走了。哇，全是哥大的尴尬，小帅哥来着。会不会有男生常对你？朋友就会刁我说，好好的女生不当，为什么要来跟我们抢饭碗？为什么？我没有跟你们抢啊，我也没有抢啊。好，是饭碗自己。帅气女大声来喽！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